大家好，我是Yiyi，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北卡三角区首府这一带的一个小区。现在是太阳快下山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光线。这个小区的一个特点呢，它是房子间距很大，房子间距这么大的小区呢，在我们这边真的是非常非常少了。而且呢，它几乎所有的每一套房子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小区非常非常漂亮。小区离 raleigh 当趟，raleigh 北卡首府当趟也就半个小时，而且房子也不是说那种非常贵的那种，我觉得它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高。如果大家对北卡的要搬来北卡自住啊、生活呀、对这个小区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在这方面推荐楼盘呐、或者说要买房方面需要帮助的话，也欢迎大家跟我联系，我是北卡的金牌房产经纪、高回报地产经纪Yiyi，我的电话是919-986-8879。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整个这个小区。特别安静，像我们正好是在那个 stop sign 上面。因为刚才我带客人在这个小区里面看了一个房子，所以我们准备离开了。对，所以就拍一个这个小区的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啊，这是小区的入口。